我们也不如像咱们的，那不能，生意也不如咱们的，人多就好办，人少。好吗？干嗯，你看看那车是咱们的。嗯。花比屯民宿。7/23早上6:49，我们在花莲。是6:43吧。嗯，是6:43。嗯，十克左右吧。十？对，十克左右。十克？十克到二十克。二十克。你咋说二十克呢？十克到二十克能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觉得大概是100克。哪有100克？100克就是2两，你都没洗干净，整天都水，你净扯淡，你他妈的洗脸就显硬不硬？装什么巧克力还在里面粘了呢？你咋这么不讲究呢？别踢，把人那个踢都踢满时候，有点装不装？多少钱？你这是 Visa 卡，你有没有银联系统？嗯 ，Visa 不识别吗？啊 ？Visa 不识别啊？这不是银联系统吗？你要走 Visa 吗？对啊。要刷 Visa 啊、哦。是啊。好。这不是毛了，毛的就是白的。台湾火车，感受一下。小火车的，给我点，在哪儿？
是吗？啊坐这个还这么多座呢？7月23号12:58，我们在宜兰坐火车从花莲来到了宜兰，一会儿再坐一小时汽车去台北，去台北，然后明天在台北，今天晚上在台北住一宿，明天在哈尔滨再住一宿，就我们后天就到家了。好。我们吃的剩的这么多，应该这儿都罚款。宜兰县苏澳港，别想了，没有，热。
摄像。录了。对，录像。那能听到咱们在说话吗？能啊，视频。你过来干啥？我就拍你了。这就是汽车旅馆，看外表这就是车库，这就是车库，而实际上看门牌号211209，这里边有门，
从这儿进去就是房间。看，我从里面把门关上了。关门了。7月24号，今天将坐飞机离开台湾。今天是我们来台湾第八天，在汽车旅馆吃早饭。我们刚才那个汽车车库可好了，你按那个按钮，三角号的上按钮，他就把那个车库门给开了，一按下就关了。叫卷帘门。啊，就可有趣了。有趣哈。那他们都是。基本在饲养前已经超过40个月以上。那如果说我们在世界六楼吃早饭呢。啊，好。但是目前卫福部公告，解禁的规范在12到30个月以内，所以进到台湾的和牛等级又该如何判别？相连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牵家园，风吹雨打中送你五千年，中华走吧走吧走吧，我找队伍去吧。我要过来。我来了来了。Thank you.
味儿。不吃了。嗯。好吃吗？降落过程中，请将安全带系好，座椅靠背，小桌板。